想说可以练练身体，然后可以做一些慈善事业，事业吗？对，是慈善义演。义演，对对对，这样还蛮高兴的。那你参加刘宇老师这个班，就感觉上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？哦，就是课程很活泼啊，然后大家学员的互动都还不错，都还蛮好的，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。那当初怎么想说参加这个班级呢？哦，也是误打误撞的，哎，想要看很多课程，看流行舞蹈，看感觉还不错，哎，就进来报名了。